胎阳有非常多哈，有分为一二三四级。那另外现在它的新包装啊，跟我们的食品是一样的嘛。啊，尤其是青少年的朋友啊，他啊对于哈 啊以为不是以为是啊这个食品，原来里面就是暗藏玄机嘛。来一来包装到来对嘛，都变坑两对嘛，误以为哈是食品。那这样子的话哈啊，让他慢慢的哈引诱他。吸引他，啊，伊食了吼，调调时阵哦，啊，迄就真麻烦了吼。所以讲这一方面哈，啊，我们也特别呼吁减食教单位以及学校方面哈，能够啊重视毒品这个问题。宜兰县政府啊稽查毒品哈啊非常的卖力哈，所以讲伊哩两公这方面哈啊这个成绩非常的好哈，就是排为全国第七名哈。安尼这款是今年进行拍片。那我们也会这样讲的哈啊，同时也能够看出毒品的一个严重性的哈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在这边呼吁了哈，呼吁啊，有机会当上立法委员哈，像酒驾一样啊，酒驾从0.25公克以上啊才会啊移送，现在把它降为0.15嘛哈，那这个罚则从90,000块啊，现在也是把它提升到180,000啊，啊这种种种的一个措施哈。和啊，这里酒驾的人口数的下降了啊，成效非常好。毒品的是一样的，你持一三级四级哈、啊，你持有20公克以上哦，啊，照罚则啊，照罚款。所以讲哦，那做点卫生哦，一点爱搞20公克降到5公克，安尼哦，降到5公克，安尼嘛，和我们这两个大家哈啊，对于毒品方面呢、啊，稽查的方向啊，有遏止作用。啊，成效把它弄出来了哈 啊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特别呼吁了哈 啊染毒之人无信用，家人亲友看不起，赶快把毒戒、啊、因为毒品是危害社会自然的一大隐忧哈，那希望染毒人就赶快把它戒掉了哈、啊、因为这不是好的习惯，也不是好的现象哈、啊、那以民意代表或是公众人物啊啊，更是所有人的表率了哈，啊，应当啊，这个要率先哈、啊，把它戒掉，啊，戒掉之后啊，立马把它当作传道人了、啊、哈，啊来哈，啊，这里就把人哈，以身作则，哎、欸，这要戒掉，啊，对社会是正面的，啊，对国家也是好的。